风采，哦，我老婆整天看着我，我老婆整天看着我，好看的哦。以前看了，想要看去买都买不到了，好像一直断货，哇。小时候有去理发店的时候，有跟妈妈去理发店，然后那个抽屉是有那些杂志，有看到风采啊，知道吗？每次去沙龙的时候剪头发，就是几个小时，那些人就会拿来给我们看啊。那他为我解闷很多咯。我记得我每次看的时候，我都是通常是在理发店啊 ，salon 啊。以前我去 salon 的时候哦，哎，都会很基本，就有一本风采就在那边哦。所以可能它就是我去理发店，等待的过程中的一个消遣，是蛮不错啊，帮我解决给我充实啊，给我学到很多东西的也是。他蛮多东西看的，里面就是很多真人真事啊，很多那种故事的、啊、那种。但是我最喜欢他们的故事。很刺激人家的，可以激起我啊！本来我不要看的，在家里面没有东西做的时候，一看，哇，真的是好亮！哦、他们的作家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我妈妈很喜欢看它里面的养生菜谱，所以她每天煮给我吃的好料都是从风采里面。玩好玩，好像是有一次是她有帮那个贫穷的人呐、啊，有生病的人，然后就有筹钱，哦、这个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。哦、就是他帮助到很多很多人这样啦、啊、对，然后还有就是他有播一些新闻资讯啊，这些一些真正的就是那些有事情还是什么啊，大新闻都会看。对、如果可以提示我们的老板先将价格放低一点就最好了哦。网顶我们都要看了的，对吗？因为其他的杂志太过商业化了，那风采的很好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啦。多一点资讯咯，放多一点有趣的东西咯，那吸引更多年轻人看啊。现在年轻人都不看书了。做更好的文章咯，让我们读者会学到更多东西哦。觉得风采可以跟得上年轻人。风采加油哦！风采加油哦 ！Yes， 风采继续加油吧。哟，访问这样多人，全部都讲风采很好看。哎，记得7月20号，记得买风采来看，因为有更好看的。